漂亮吧，稍微介绍一下我家。好，这是客厅的部分，然后我就把衣架拿出来跟你们介绍，就是这一次跟 Miracle 的联名款。这次衣服呢还有分几个概念款，像是比较度假风的洋装，它比较适合日常啊或是工作上班通勤穿的衣服，甚至比较休闲的也都有。然后这一次呢也会出童装哦，那我们就直接来介绍第一套。我很喜欢这种衬衫类的洋装，材质呢也是这种轻轻软软的，所以穿起来非常的舒服。那这一款有个特色，就是腰的部分呢做的比较紧来，所以会看起来很瘦。你看侧面，我觉得这件衣服呢又有正式的感觉，又有那种百褶裙很少女的效果，身材呢也看得很明显，一点女人味，虽然是很多的元素放在一起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件。这件呢有另外一个颜色在这边，你就可以很多的选择，会带有一点点气质跟正式感，然后这会带有比较少女的感觉。 OK， 这是另外一款我说的比较适合上班或通勤日常穿的款式。我跟你说这个裤子啊真的超级必买的，就是它的材质啊虽然是看起来软软柔柔的，但是它其实是有点磅数重重的，然后它的剪裁看起来也是质感很好，腰也是细的，腿的部分也不会因为你的腿型有什么影响，因为它是宽的嘛，是遮得蛮好的。那这个针织衫呢我也有稍微比较注意它低胸的位置，你会觉得针织衫外面很多都有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这次比较重视的就是一些剪裁，像是它的低胸的地方不会低到让人会害羞，但是又有低胸感，然后侧边呢也不会很低，不会露到内衣的一个状况，这样子。如果你是搭有肩带的黑内衣呢，其实有一点点露出来也不会不好看，就像我一样穿平口内衣，甚至是直接贴胸贴，我觉得也是很 OK 的。它是有点厚度的针织衫，所以不会让你的胸型显得那么明显，好像会有点害羞或尴尬，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像材质跟剪裁都还蛮注意的。然后还有很棒的就是这一款呢，其实我搭配了很多颜色，像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搭，你就可以整套整套这样买，像你可以看到照片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搭法，就是裤子跟上衣可以整组整组买，你就不用去想说哎，我这裤子还要配什么上衣，就已经都帮你想好了。颜色呢是有搭配到的，所以出去你会觉得好像是成套的款式，但是如果你额外拆开来穿也都是很好看的。像裤子有另外一款是这个颜色，你看这样子搭是不是也很好看。但是你买这个裤子内衣都会有附皮带，那它的皮带做的是直接这样子卡住的，就是没有洞去戳那个洞的，但是还算是卡得住。然后裤子裤头做一点点荷叶，所以如果你有小腹比较大的问题，这个也可以微微做修饰。那你看我刚刚片头穿的也是这一款嘛，但是是这个颜色，黄黄橘橘的，然后就是蓝蓝的，基本上我觉得这两块花布都非常好看。 OK， 然后也是看起来很干净很白，然后很有少女感的衣服，然后裙子的长度呢也不是很短的那一种，所以就算是举手还是干嘛都不会有这种拉起来的尴尬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就是绿色的点点洋装，它还有出一款是黑色的。那其实像这种点点的花布呢，我觉得还蛮常见的，市面上有很多。 OK， 所以我觉得绿色会稍微特别一点点。它上半身的剪裁呢跟第一套感觉有点像，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那种衬衫款的上半身，然后下面就是一个很大的蛋糕裙，就是一层又一层又一层这样扩开，所以其实啊你看要真的摆动起来它是可以很大的裙摆，那你在路上这样走这样飘逸的感觉，我觉得还蛮有女人味的。是 V 领就会显得脸没有那么的圆，所以基本上这边整个位置都是很修身的。那如果你是孕妇的话也想穿这一款，我觉得你可能要买大一点的尺寸，让这边不要那么卡，然后可以往上一点，肚子窝在这一块应该还是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买 S 号，不然这边会太紧。好，那如果你是刚生完小孩的妈妈的话呢，基本上肚子有点垮，这个就超级修身的，就是可以带一下。那如果像我现在没有生小孩，平时这样穿我觉得也是很好看的。这是另外一款洋装，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怀孕前、怀孕中、怀孕后，甚至你没有怀孕也没有关系的衣服，非常修饰身材，或者是你可能骨架比较大的女生，因为它几乎完全的包住，可是它露的地方呢都是会比较纤细的位置。你看这个领口，我注意让它开的比较低，然后就会显得
你们这边有延伸的感觉，不会像我说的，就是好像包在这边都拧开，觉得圆圆的。它的长度是膝上，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短，同样也不会有那种举手它太短的那种尴尬的感觉。那基本上我觉得这种洋装是很可爱，不管是什么年龄，年纪很小的，然后比较可爱的女生，比较气质的女生，怀孕的没怀孕的，我觉得所有女生穿都是非常合适的，不挑身材的。它领子的地方是可以缩的哦，你可以缩成这样，虽然它很奇怪，但基本上我觉得这样子开开的就好了。然后你可以像我一样，头发只是扎成这样，或者是你把它绑个高马尾，然后穿靴子，这一套立刻就会变得很有元气，很可爱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衣服啊，会根据你的妆容跟你的发型，甚至你配的鞋子，都会有很不一样的效果，不会只有一个型的样子。好，为了怕审美疲劳，我们洋装先休息暂停一下，先来看一下 T 恤。好，这个呢是我这一次主打的T 恤，然后它其实很便宜的款式，所以基本上要包色也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它的 logo 呢也很特别哦，是这个云，就是我的这个云，然后还有我女儿的小名，这是他们的乳名 ，Hello Good Morning。它的袖子呢，跟长度都是偏长的，可以做很多不一样穿搭方式，像是你想下身失踪就直接穿小短裤，或者是那种马裤紧紧的在这边也很好看。那它这个袖子呢，你也可以折起来，看你想要修饰到你的手臂到什么程度。这个橘色我自己超喜欢，然后像这个米色也是会看起来亮亮的，皮肤看起来比较白。那你有发现这个橘色的云不见了吗？其实它在这里。每一款颜色它上面的这个云朵跟名字的刺绣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淡淡咖啡色的感觉。这个橘色呢其实是黄色的云朵，点灰蓝色的云朵。也就是说呢，就算你包色的嘛，你也不会觉得每一件那么的相像。好，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这个图案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选我的另外一款很简单的 T 恤，它一样有个特色，就是我很在乎的领口不会让你显得脸圆圆肿肿的。所以如果你的脸比较圆啊，然后喜欢看起来脖子有延伸感的话，这两件都会是领口开的蛮适合的。裤子呢也是有附皮带的哦，它其实是宽宽的嘛，那我这样子拉还要多出这么多的布料，大家中间会有一点缝的效果，所以会觉得腿好像不是这样子肥肥的挤在一起。整个腿型是很好看的小直筒。我们现在呢就把小朋友带进来。嗨，我是好龙，你有见过我吗？你好，你看我的衣服很漂亮吧？我要拍衣服的广告，然后你看吧，我穿漂亮的衣服，有没有看过对吧？其实材质是比较薄的，所以我觉得会比较适合夏天。如果接下来天气比较凉的话呢，你要给小宝贝穿这个的话，记得一定要加外套，不然它会比较冷。或是夏天的话，因为它比较薄，然后我觉得会比较凉爽清爽。衣服呢是可以反过来穿的，也就是说这个扣子呢可以到背后去，都可以两穿。它还有橘色的哦。好，好，你们后退一点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，妹妹你要后退给大家。大家好。在这里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运动短袖套装，那它颜色有很多，所以如果是小男生的话可以选这个，或者是深咖啡色，还有另外一件是深咖啡色。然后材质呢稍微厚一点点，秋天是 OK 的，然后如果夏天的话可能会略略的比较热一点这样。那如果你还想要穿到冬天的话，里面就可以再搭一个长袖，也是很可爱的。裤子拉好是这样，所以是膝上，不会过短，但是也不是那种五分裤。这就是另外一件水手服，那因为海罗他现在身上穿的是 S 号，我没有拿到 M 号的嘛，所以他就先暂穿 S 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短。那如果你是穿符合尺寸的话，你就是像妹妹这样，妹妹你后退一点，妹妹你在这里。哦，像他是小号的嘛，他就穿 S 号，他的裙子长度就会在膝盖左右，就会比较长。这个领巾是额外的，是拆掉然后再绑进去的。那领子后面这边呢是一个方方的形状，超可爱的哦。那颜色呢也是也蛮多种的。
我正在等着看书，等着看书。好，姐姐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？你好，我是 Hello。你有看过这件衣服吗？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件衣服。这件有白色、黑色，这个当做披肩了。好，那我们看最后一件哦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呢这一款呢，也是因为我拿到的是 S 号，所以好了，穿的是 S 裙子才会那么短。那因为我那时候都来不及拿到他自己的尺寸，才会都拿到 S 号，之后会我自己会再补过来啦。如果你穿是符合尺寸的话呢，妹妹你后退一点点哦，就会是这种长度，大概到膝盖走掉。那它这个领子这边呢有一个结，但它不是真的可以束口的，它就是只是固定在这边的。束口。束口就是会把它拉起来，可是它没有，它就是固定的。然后这是荷叶，但是它不会特别的曝光的感觉，还算是紧，还 OK。好，去看我的部分吧。拜拜。这款呢，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款，就是我很喜欢剪裁比较修身，但是整个款式简单一点的，粗蓝色的哦，都很好看。但其实在腰的部分还是有空隙的，没有像第一件那个衬衫蓝色那一件那么的紧。如果你的整个这一段身形跟我很不一样的人了，你可以挑看这一款，因为它是显得有胸跟有腰有屁股，但是又不会像第一件那么紧。不管你下面是搭小白鞋或者是凉鞋都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包包头或者是这样什么都很好，裙子也是有点可以飞扬起来的效果。可是我被我女儿影响吧，我女儿穿洋装她都很喜欢一直这样子这样子这样，那我现在就觉得哦，这样的裙子好像真的蛮漂亮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件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衬衫。那个衬衫呢也是跟我的第一件一样，来不及进棚让我拍的，所以这个就没有棚拍照了，也是可以再交给你们看哦。它真的很实穿哦，一方面它很宽松，如果你到了入秋或者是到冬天真的很冷，你们可以再搭一些衣服在里面，不管是高领的那种紧身衣服或者是发热衣在里面，基本上也都是很 OK 的。那也是它是蓬蓬袖，如果是想要修饰你手臂的人呢，这款应该也非常适合。它的材质也是穿起来很柔软很舒服，但是有微微挺的感觉，又不会那么的塌那么的贴身，好像整个人垮垮的，还是带有一点点精神的感觉。好，那它的长度大概落在这里。那我搭配刚刚另那一件牛仔裤，但那个是浅色，这是深色的。那这款牛仔裤一样也是有附皮带的，那这款皮带呢就是有洞可以卡住的那一种皮带。好，一样是中间有洞，会看起来很修身的直筒。那这款为什么我说它很好搭呢，就是它不只是可以这样扎进去嘛，就是你日常这样子穿也很好看之外呢，它呢，在这里，它也可以把所有扣子通通打开当做外套。因为我昨天晚上去餐厅吃饭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有点冷，我就拿其中一件嘛，就打开，挑一件刚刚的针织衫穿一次给你看。搭成一个外套也很好看，很好搭，或者是我刚刚那一件也可以。当成外套也没有问题，所以就是你买这一整套搭这个当做外套，秋天也是很实穿，不一定要把它当做衬衫。好，另外一件洋装呢就在这里，它的胸部这边呢有做这个直滑的带子，所以其实它是肩带可以拿下来的，也是蛮紧的，因为它这边其实做的非常的勒，就不会掉，所以你看基本上这样子跳它都不会有滑动的感觉，再加上它直滑的设计，所以基本上它直接这样平口穿不要肩带也很好看。那就是在夏天呢戴个草帽啊，就去海边玩啊，或者是你想要特别拍一点乡村田野风照片也很好看。那如果入秋了，或者是你想要在一般的日常穿的话，我觉得它可以搭西装外套会蛮好看的。那这西装外套不是这次的联名款啊，是我自己私底下的，你可以把手边的西装外套直接这样子搭，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看的。那这个洋装它不是只是这样子修身下来哦，它其实下摆呢是这种鱼尾的感觉，然后腿看不看得到，这样，
所以其实好像美人鱼，我女儿很喜欢的美人鱼，就好像这样子很贴很贴很贴，然后到这个膝盖以上的那个位置，就是这样子散开的鱼尾的感觉，整个人看起来真的很像一只鱼。好，这是我在照片上面穿的是这个颜色，虽然是花花的布，但是我觉得不会看起来很显老，反而就是很有女人味的一套洋装。这算是最后一套了。有一个这样子军绿色的颜色之外呢，还有一个裸色的在这里，我看起来会比较帅气一点的。那下面是一个裤子，那它的胸口呢，这个就开的有一点低，所以像我里面可能就是搭白色的或者是黑色的运动型内衣，就有点露出来也没有关系，感觉就像是内搭这样。那这件衣服呢是属于比较不挑身形的，那如果你骨架比较大或是你真的很瘦很瘦，都不会显得你身材那么的明显。好，那希望你喜欢这集影片，拜拜。